神明纪念十日长七日节，菜价爆发，你上地所四年每日的提升，昨日见皮杀的人到菜田家，不知道是谁杀的。你长老婆心盼赶去要出去，从皮杀的人那里量起七两多四枚的生意。三，看那上离皮杀的人最近那上的长老。超腰朝尿权中，次日集每程更替，每程呼恶的母尿毒。四把母尿毒强多流水每程更中的神谷气，在各种大集母尿毒的健康。嗯，只是你每的资讯要捐钱来，因为有佛法你的上帝见证了，他们侍奉他，侍奉有佛法的命。祝福所有真相要大的事都要凭他们判断。六，那上的中长老就是皮离皮萨的人最近的要在那山谷中受大疾健康的母牛都遇上世修。七，道哥说我们的修会成了这人的事，我们的人也未曾看见这事。八，也佛法求你三人你所救赎的一切列民，不要受离无故舍的罪摧毁在你的百姓一切列民中间。这样留下的摧毁的三人，求你行也佛法人中看为真的事，就可以从你们中间除掉离无故人的舍的罪。十，你出去而朝贴正真的时候，也佛法你的上帝将他们救差你受众，你超路了他们去。十一，若是疲劳的人，众啊见有面貌的五子，连母他有其他位置。十二，就可以让他到你家里去，他偏要剃头发，小指甲。十三，脱去疲劳所穿的衣服，出差你家里外裤，父母日进啊日计进日，然后可以与他同房，你作他的丈夫，他作你的妻子。十四，后来你啊若不喜悦他，就要由他随意出去，绝不可以钱买他，也不可当皮嗯睇他，因为你占不了他。十五，人若要你次日。为所爱的为所恶，所爱的所恶的都给他生了儿子，但从自私所恶自私生的。十六，到了八三日判给儿子前书的时候，不可将所爱自私生的儿子列为壮志，在所恶自私生的儿子以上。十七，却有因所恶自私生的儿子为壮志，用亲入到家的欢接他，现这儿子在他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壮志的名分，本当归他。十八，然若要眼睛比你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话，他们虽尽弃他，他仍不听从，协叫父母只要抓住他，将他带到本地的城门。本上的长老那里，你是对长老说：我们这儿子眼睛背逆，不听从我们的话，是贪食好笑的人。你是日，本上的中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以色列中人都有贪见啊，你啊害怕。你是日，人若犯改邪的罪。被刺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二十三，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日，必要当日将他埋葬，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每日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上帝面前受咒诅的。